非常高兴呢，能够参加今天的这个阿帕奇亚洲大会啊！我们是一个这个 Apache Doris 的商业化公司，叫 SelectDB 那么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分享和探讨一下一个开源项目到产品服务的这个商业化探索的起步之路那么首先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来自 SelectDB 公司的创始人和 CEO 我们叫林江。在大数据和云计算这个领域呢，也工作了十多年了十多年了。那么我们是一家新公司哈，成立于2021年的12月份。那么我们的创始成员呢，基本来自于百度智能云的初创成员和 Apache Doris 项目的成员。那么很多的核心成员也来自于像百度腾讯前信、阿里、亚马逊等等这样的国内外的头部的互联网公司和计算的公司。对，那么我们其实是一家开源基础技术的公司，那么核心呢是致力于我们繁荣 Apache Doris 开源项目，并开发下一代的云原生的实时的数据仓库。那么目标呢其实是解决数字化转型背景下面各行各业的我们的大数据的实时分析和处理的痛点。那么在任何的这个技术或业务领域，趋势呢其实决定着发展和决定着未来。那么在大数据这样的一个或者叫数据分析这样的领域，那么趋势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认为数据分析的技术设施已经进入到一个全新的一个变革的周期。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一方面呢，是说今天大家都看到，技术开源是大数据技术这个领域的主流的趋势。那么因为开源带来了持续的这种技术创新，呈现出很快速的这种架构演进和能力的迭代。那么这其中呢有两个核心的这个变革的驱动力或者脉络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在性能方面。那么今天不同场景的这个分析系统都在追求更好的这个实时性更好的实时性。那么比方说像在线的数据服务的这一条线上都在大家都在演进 SAP HTIP 这等等这样的概念。那么它本质都在追求一个极致的实时性。那么在像交互数据分析这一部分呢，其实我们都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技术的兴起，比如向量化代码生成包括CPU 等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技术来提升实时化的这个能力。那么甚至在离线的这样的数据处理这个层面呢，我们也看到了通过P 向流的这种框架式的这个演进，以及各种不同的这个细节的这个提升，来不断的提高时效性。所以整个这个场景呢，我们的分析系统都在往实时化演进。那么在功能方面呢，用一个词来简单的形容就是统一。你们可以看到呢，存储的这种集中统一，计算模型的融合，多模数据的类型的支持，都在降低我们分析系统的这种系统集成的开销，提高计算的效能。那么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讲各种弧仓一体、在离线一体、流批一体等等这样的这种叫智能弧仓的理念，都在加速平台和接口的统一，那么进一步为业务开发和使用呢化繁为简对，那么这是我们从这个技术层面上来看到的。那么第二个层面呢，就是我们可以从产品上面看到，云的产品和服务的这样的模式，已经越来越被各大的企业、各类的开发者来拥抱。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云端的基础设施的多样化的产品，那么它的弹性能力、它的安全可靠那么在架构上呢，它的存算分离服务全托管的这个能力等等这样的云原生的技术和这个产品呢，都带给用户极简的使用体验和极致的这个性价比那么第二点也可以看到，今天非常多的企业不管它出于是说防止锁定防止这个防容灾也有降本等等这样的诉求。那么这些考虑呢，都来自于他是期望能够有一个多云的中立的数据产品能够使用，那么能够在各家云上有一致的这个接口，也有一致的体验。那么我们所以可以看到呢，云化的这个服务云化的这个产品的能力，已经是很多的企业、很多的开发者的共同的一个期待了。那么今天这是我们看到的大数据的这个分析基础设施上面的全新的变革的一个
么所以呢，我们也基于这样的洞察啊，也为了更好推进的这个业界的技术创新，也期望去提供更加的啊这个分析型的数仓的服务。那么作为一家创业公司呢，我们的定位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是一家开源的啊基础的技术公司啊，作为 SelectDB 来讲呢，我们会持续的贡献开源的数据仓库技术创新啊。那么我们公司的第二个定位呢，我们是一家云服务的公司，我们会提供云端的数据仓库商业服务。啊，那作为开源技术这个方面呢，我们将持续的秉持着开源开放的核心理念，我们会一直大力的投入研发力量，来加强 Apache Doris 在数据分析技术上的持续创新，啊，打造世界领先的啊这种开源的分析型数据库，致力于实现技术的普惠。那么另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要基于啊 SelectDB 会基于啊 Apache Doris 来构建运行于多云之上的啊，我们新一代的啊云原生知识储藏，那么为广大的这个客户呢，提供一个实时、统一、极致性价比、开源开放的啊数仓分析服务啊，那这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核心定位和使命。那么让我们来简单回顾一下啊，这个 Apache Doris 项目。那么 Apache Doris 呢，是一个啊基于 NPP 架构的高性能的、简单易用的实时型的这种啊分析型数据库。那么它最早呢是诞生于这个百度的啊广告报表业务上啊，那时候叫 Hello 的项目啊。那么2017年呢正式对外开源，那么2018年有这个百度呢捐赠给了 Apache 基金会来孵化。那么之后又在 Apache 导师的指导下呢啊，这个在项目啊孵化器的项目管理委员会的帮助下啊，在持续的啊运营啊，今天也毕业了。那么下面呢，让我们来通过一个简单的这个大数据业务流程来认识一下啊，什么是这个 Doris，它有什么样的能力？那么一般来讲，我们看到数据源经过各种数据集成和加工之后呢，通常会进到一个啊仓或者一个湖里面啊。那么 Doris 会提供一个什么呢？提供丰富的数据接入的方式啊，不管是你存储在啊这个我们的关系数据库里面啊、日志啊或者业务系统里面的这个源端的数据呢，都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导入到 Doris，那么也可以通过 CDC 啊、卡夫卡这样的消息队列啊、流处理的批处理的引擎啊，比如 Flink 也好、Storm 啊、Spark 啊，以及各种各样的 ETL 的工具啊，来进行数据的集成和处理后呢，加载到这个 Doris 里。那么 Doris 呢，就来承接这些数据之上的各种分析负载啊。那么 Doris 作为一款这个一款呢实时的分析数仓呢，不仅可以提供啊这个高并发的点查询的这个场景的能力，也支持高吞吐的啊复杂分析场景的能力。那么因此啊，它能够很好的满足报表分析啊、信息的查询啊、统一的数仓的构建呀、啊还有像数据服务的这种联邦查询的加速啊等等这些场景。那么今天我们的很多用户或者很多开发者啊，就会基于之上再去这个构建啊，像应用各种应用的这个程序，比如说啊用户行为分析啊，那个 AB 的实验平台啊，那么日志的这个检索分析、画像分析、订单分析等等啊，大量的数据应用。那么说了这么多这个能力点呢，那么它的核心优势在哪呢？核心优势在于呢，第一，很简单易用。那么它的整体架构呢，只需要部署上两个进程啊，不依赖于任何的啊其他的系统。那么包括像在线的扩缩容啊、副本修复啊，以及结果上兼容 MySQL 协议，所以它是非常的简单易用的啊。那么这个应用的开发效率是非常高的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高性能。那么依托了一系列的这项劣势的存储引擎啊，我们现代化的这种 NPP 的架构啊，向量化的查询引擎，一聚合的这种物化的视图，包括数据索引啊，这个是这样的一些技术的实现，那么来提供什么呢？提供低延迟的高吞吐的这个查询上面达到极致的性能那么第三个这个层这个它的核心的一个优势啊，那么是统一数仓，也就是用一个单一的系统，同时来支持多种场景，比如说支持实时数据服务的这个场景，支持交互分析的这个场景，支持离线处理的这些场景。那么第四个特点呢，就是它的联邦查询的能力。
那么支持像 Hive 呀、主流的 Hive、Iceberg、Hudi 这样的数据湖啊，也支持呢像 MySQL 啊、ES 的这样的数据库的啊，在这个上面呢提供联邦查询的分析的能力。那么第五个特点呢，就是能提供多种导入的支持啊，不管是从 HDFS 或者 FS3 这种批量的拉取导入啊，还是这种从 MySQL Binlog 的这个方式，或者卡夫卡这样的这个小地理里面去流式的拉取导入，那么也包括啊支持通过这个 HTTP 接口进行微批量的这种推送写入啊，以及 JDBC 里面使用这个 insert 实时的这个推送，所以多样的这种导入能力呢，能很好的支撑各种数据源的这个数据进入啊。那么最后一个特点呢，就是生态是非常丰富的。啊，作为一个大数据的核心的这个分析组件来说，那么我们可以衔接 Spark 利用 Spark Doris 的这种 connector 来读取写入Doris 那么也连接了这个像 Flink 通过这个我们的一个连接器来配合 Flink 的 CDC 来实现这个数据的这个写入，那么也利用像 dbt 的这种Doris 的 adapter 也很容易的能够来实现到 Doris 的这个数据转化所以这些都是Doris 的核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社区的这个进展社区的进展。那么当前这个 Apache Doris 社区已聚集了来自不同行业近100家企业的这个350多位的这个贡献，并且每月的活跃贡献数呢已经达到了100位。那么今天Doris 在中国以及全球范围内都拥有非常广泛的企业用群，我们已经在全球的超过500家的企业生产环境里面在应用了。在中国，应该排名前50的公司里面，有80%都在长期的使用 Doris。那么在一些传统行业，我们也看到，像金融能源制造包括电信这样的领域，也都有广泛的应用所以大家可以看到，社区的这个社群是这个非常的广泛的，非常广泛的。那么今年以来，Doris 也有了这个很多的重大的进展那么第一方面是说今年我们6月份Doris 已经成功的从这个阿帕奇的孵化器毕业了正式的成为了阿帕奇的顶级项目。那么在孵化的期间呢，也发布了8个重要的版本8个重要版本，也正式的发了1.0的这个版本。那么这是其实也是依靠了广大的这个开源的贡献者。才使得 Doris 发展如此迅速。那么在7月份，在7月14号，Doris 又全新的发了1.1的这个 release 的版本那么这是这个正式的这个从毕业之后的第一个 release 版本。那么这个版本里面呢有非常多的这个大量的功能和性能的这个优化那么有450多项的这个feature 或者是修复进到了我们的系统里面其实包括重大的像计算机存储层的全面向量化对吧那么也包括了支持数据湖的像 Iceberg 的这种外部表达能力进行可以实现联邦查询，对，扩展了数据湖的能力，也包括了压缩算法的改进，提升了压缩率等等很多重大的这个feature那么同时更令人欣喜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Doris 的官网也全新的进行了改版升级那么这次改版呢，全面的改进了我们的 UI 显示大家可以访问一下对，我们有非常好的这种访问体验那么同时呢，在文档也全面的优化，下载也更加简单了blog 全文搜索都进行了改进所以内容的体验上也有了非常大的提升，非常非常的提升。那么作为 SelectDB 这样的一家公司来说我们一直成立这个来一直在为这个 Doris 的社区贡献更多的力量。那么我们在这三方面有了很多的这个能力的注入那么第一呢，我们在技术研发上面，今天公司已经有几十位的开发者参与社区的这个代码的开发和社区建设，社区的活跃度有很大幅的提升。那就像这几个月来说，我们基本贡献了80%的核心的 feature 社区的版本的迭代节奏呢，也加速了100%。那么第二方面，在用户体支持方面呢，我们也有一个为社区呢成立了一个专职的这个支持团队
为社区的用户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也有超过了6400多人次的这个服务用户数也服务了数百的企业用户那么也非常高兴能够为社区的用户提供更好的这个技术的使用的体验那么在社区运营上面，我们也持续的在投入资金和资源来帮助社区呢开展了10多场的这种线上线下的各类活动来。使得这个开发者和用户能够有更多的交流和支持，那么也是希望社区能够更加繁荣。那么在这样的一些过程中就是不管是这个社区的投入还是这个技术的迭代的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就是这个 Doris 的这个实时出舱呢有非常强的很好的技术基础，也有非常广泛的用基础。那么但是我们也越来越看到呢。企业用户对商业服务的诉求比方说他要需要更多的更强的这个周边工具的支撑，对吧？也希望有更简单的使用更好的管控能更好的性价比也希望有更可靠的商业服务支持。那么因此呢，我们也推出了满足以上诉求的云的产品我们叫 SelectDB Cloud。 那么 SelectDB Cloud 的这个产品目标我们是非常简单的我们就是希望去构建一个实时统一的架构，成为企业的数据分析平台的统一入口那么今天我们看到，其实很多的公司解决数据分析问题依然是还是非常复杂的要用各种组件十来套的组件来解决不同时效性不同应用场景的分析问题比方说离线用一套，对吧？在线用一套那么这个可能有一些单一的诉求，有时序又要用一套单一的系统。那么我们的目标呢，就是希望用一个这个产品 SelectDB 来解决企业大数据分析的基本问题开发使用简单然后呢，在这个速度上又快那么来支持呢三大主流数据源的数据导入，来自数据库的数据流的都能够很好的进入到我的一个单一系统里面，那么又能来满足像实时数据服务交互数据这个分析离线数据处理三大主流的数据应用场景。那期望是让整个复杂的数据分析架构变得极其简单这就是我们会持续演进的我们的系统目标。那么这个 SelectDB Cloud 呢，它有那么一些这个核心的特色呢那么第一方面呢，就是极致的性我们依托的这个列式的存储引擎、现代化的 NB 的架构现代化的查询引擎一聚合的这个物化视图以及像数据索引查询优化器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期望是能够在这种高并发、低延时的或者高吞吐这种场景查询上呢达到极致的性能。那么第二个这个特色呢我们就是要提供高性价比这是非常多的企业客户的诉求。那么我们呢，通过这个跟云计算的基础设施进行深度的适配，那么依托领先的这种存算分离的架构来满足计算资源、存储资源的弹性伸缩进而来提供极高的性价比所以这是我们系统的第二层这个特点。那么系统的第三层特点就是融合统一。那么是用一个单一的系统来支持多样的处理数据处理的这个分析场景那么既支持对结构化的这种数据的这个存储和分析，也支持呢对半结构化、对日次数据的这种存储和分析。那么同时呢，它也能够来支持呢像数据湖、数据库的联邦查询进而达成这个融合统一，也就是说大量的数据分析的诉求都能有一个统一的接口、一个统一的平台来很好的满足简化。开发、简化、使用，那么第四个特点就是我们的开源开放性，开源开放性。SelectDB 呢是基于开源的这个 Apache Doris 来构建的，那么是跟它完全兼容的。那么 SelectDB 也提供了跟 Apache Doris 之间的高效的数据的这个迁移的工具，那么也包括在使用接口上高度的兼容，确保最终目的是实现什么呢？实现企业能够随时在这个商业的 SelectDB 服务和自主搭建的这个 Apache Doris 这个系统之间呢，能够互相的
切换啊，简单的这个啊非常低成本的啊切换成本。那么这是我们提供 SelectDB 啊 Cloud 的核心的、啊、这个特色，核心的特色。那么从应用场景上来看哈、啊，就是除了这个我们拥有这个开源 Doris 的核心的一些能力啊，那 SelectDB 其实还具备了啊像日志啊这个数据存储分析和持续数据分析的这个能力。那么简单来说啊，就是我把它归成了六大啊使用场景啊。第一类使用场景就是实时的数据啊服务的场景啊，也就是说面向程序的这种高并发低延时的数据场景，就用做用户画像的啊，做风控服务的，它就需要这个场景的能力。那么在这交互分析数据场景里面呢啊，也就是说你提供自助式的分析啊，极高的吞吐要求，那么来满足像 BI 的报表对吧，多维的数据分析 ad hoc 查询这样的一些啊场景的应用。那么第三块呢，就是第四块呢，我们就是在联邦的这种啊数据查询能力上啊，不仅对啊数据库、数据库有联邦的这个查询分析能力，那么在避免数据拷贝的前提下，查询性能能大幅的提升啊。那么也包括我们在离线处理场景的满足，比如 UP 的数据处理，对吧？满足这个啊数据科学、机器学习的这种啊数据场景上面的应用。那么更重要的哈，我们在额外的也支持啊，就是刚才说的啊，日志数据分析的这个啊存储分析，像系统或者应用或者这个物联网这种产生的日志数据啊，我们能进行高效的存储、检索和分析。那么也支持像车联网这类的啊，能够持续数据的啊，快速写入、自救化以及聚合的查询分析。这就是我们的应用场景上面的啊全面的支持啊，全面的支持。那么今天我们的 SelectDB Cloud 呢啊这个 beta 版也已经于这个7月5号正式的发布了啊，当前已经可以在我们的官网啊这个申请使用。那么当前呢，我们是支持运行在阿里云、 AWS 和华为云上的，那么其他云呢也在陆续的啊这个进行支持。那么 Cloud 1.0 呢已经提供了以下的啊核心的功能，那么包括全托管的这个 Doris 的这个输藏服务啊，能提供非常方便的升级变配啊，弹性扩收容啊，简化啊运维的复杂性啊。那么第二方面呢，也可以啊，它的这个特点呢，也可以运行在这个我们的客户的 VPC 啊。很多的客户呢，出于安全合规的考虑啊，他需要啊能够构建在他自己的这个 VPC 里面。那么我们也可以啊，帮助我们的客户呢啊，部署运行在他的这个 VPC 里面。那么当然也可以哈 啊利用我们的这个。用于客户的云账号呢啊构建在啊就是啊我们的 SelectDB 的这个 VPC。 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提供啊极高的性价比啊，那么利用呢这个高性能的这个云磁盘的这个存储的啊这个热的数据和冷数据，经过存储策略啊，能够呢放置到把冷数据放置到对象存储里面啊，把热数据放置到这个云磁盘，那么进行很好的这个冷热分啊分离啊，那么在保证相同性能和可用的这个前提下呢，极大的降低使用成本啊，极大的降低使用成本。那么还有一个能力呢，就是我们的高性能的实时数据的这个服务能力，我们有啊先进的这种漂白索引啊，然后刺激索引的一些技术呢啊，以及包括在这个组件非组件的这个啊模型下面的实时数据导入能力，我们来提供高性能的这种啊写入以及高性能的这个。啊，点查的能力。那么其实第五方面也包括就是半结构化和日志数据的支持，我们已经在这个 1.0 的版本里面已经完全支持了这种JSON格式的这种半结构化、啊、数据的这个啊支持啊，提供了动态表啊提供了这个 JSONB 的这种存储类型的这种支持。对，那么也能够呢这个对这个日志的这个分析和处理呢，进行非常高效的这个啊，进行处理啊。那么其实比起来我们的这个 Elasticsearch 啊，已经可以拥有不少于3到5倍的这个性价比了啊，对，3到5倍的性价比。那么这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已经在啊基于 Apache Doris 啊构建啊商业服务的啊 SelectDB 啊做了的很多的这个产品上面的啊探索和尝试啊，我们也。啊，结合的用户的场景有很多的这个啊，今天有很多的这个种子用啊，已经开始跑在我们的系统上来满足啊它的多样化的啊这种数据的分析的这个诉求啊。
所以也欢迎大家来更多的使用我们的产品啊，接下来会有更多的这个进展会大家汇报。那么讲了这么多哈，就是今天我们讲了这个 Apache Doris 的这历史，也有它的这个我们核心的能力特色那么也讲了我们今天基于 Apache Doris 在做的云端产品 SelectDB 的很多的能力以及我们发布出来的很多的这个试用那么它是一种良性的很有益的一个探索。那么今天呢，作为我们这个公司来说，我们是一个长于开源基于开源服务开源社区的，同时也服务商业客户的团队。我们很清楚我们的使命是什么不管是面对用户也好，面对客户也好，我们持续的使命就是创造价值。所以呢，今天如果面对开源和商业这样的一对关系的时候，我们认为今天开源和商业在价值创造上是相辅相成。我们的一些开发者和企业是需要它这种技术价值也需要这种互相协作的社区。那么其实还有一些企业呢是需要这个强大的产品服务价值它需要更可靠的商业服务的保证。那么因此呢，我们也会积极投身在这种数据分析的基础领域呢，创造开源的技术的价值来服务广大开发者，同时也会不断的倾听客户呢在数据分析上的诉求，来创造产品和业务价值来服务的客户。所以这会是我们这家公司永远坚持的两个支点也是我们创立这家公司的一个初衷。那么第二方面我们认为开源和商业呢，有开源基金会和商业化公司的这种双轨制运行，以及他们之间的良好协作是推动开源项目持续健康的这种发展的这个关键那么开源基金会的好处呢，是能够很好保持开源项目的中立性能够确保开源项目的连续性和开放式的这个协作它能把更多的这种开源伙伴更多的贡献者能够连接在一起能够在一个社区里面共建共荣。那么基于技术至上的商业的这个支持诉求那就交给独立的商业公司来提供服务。那么其实由商业公司来帮助客户实现更敏捷的更快速的业务价值的落地。那么其实商业公司呢，其实也会把这个底层技术反馈给开源社区，所以进而达到很好的协作的效果所以我们认为双轨制是其实是推动开源项目持续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那么最后呢，其实我们作为一个我作为一个开源技术的这个从业者这么多年在大数据领域，在云计算领域，那我认为我们有幸的处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一个什么时代呢？一个云时代。我认为云计算是一个巨大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的创新。那么我认为云的产品和业务模式给开源技术带来了良性且成功的这种价值的延展和互补。那么从开源技术到云来服务云服务的这样的产品，那么云服务的这种商业价值创造出来的商业价值呢，又反哺开源技术创新投入，我们是认为是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好的循环。那么国外很多的这个公司也证明了这种实验模式的一个成功，所以我们这家公司会一直实践这条道路相信技术理想和价值创造的力量。那么也请大家关注Apache Doris 也请大家关注我们SelectDB 这家公司后续我们在我们的官网在我们的公众号在我们的社区，我们会有更多的这个进展会跟大家汇报谢谢大家聆听感谢各位。